捡了几个鸡蛋，把鸡都吓跑了，吓跑了两只鸡。算了，我过来了，让他们生蛋吧，就捡到七个。这下雨就是不好，这鸡都在这里，脏死了。现在我们来这边捡一下鸡蛋。哟，那个鸡经常在这里，肯定是有鸡蛋的。这个窝里面有。你猜有几个？八个。那没有那么多。三个。五个。还留了一个影窝。那上面应该有，那草上面应该有。那我上去找找。这草上面我刚才经常看到有鸡在上面玩。小心点啊。难为我了，我觉得。那上面呢？这边有鸡啊，这边看一下，角落里面。我那里个鸡在孵。生蛋还是在孵？应该是生蛋，看一下。这个鸡不是的，后面还蹲着一只鸡，看到没？乌漆麻黑的那里肯定有鸡蛋。哎呀，这里有一窝大的耶，看到没？有多少？这可能有很多，我数不清的。那我拿那个盒子。好。哇，这里就真的好多，四个。生在那里面，好隐蔽啊。这里有一个笼子。我之前没发现。八个。十二个，那不得有二十个？那没有了，只有16个，16个还留一个，只捡3个，留一个影窝嘞。刚才那个窝里面有吗？那个窝我还没去看的，因为它在生，可以去看吗？我怕它啄。没事，可以。这边有吗？上面呢？我们腰一下。慢点啊！那就去把那边捡了吧。我发现了一个东西。什么？你想看一下吗？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。当当当当！揪出来了南瓜。这是一个南瓜，放在这里已经被他们吃完了。哎呦妈呀！小心。快把这个南瓜拿下去，这个南瓜已经被鸡吃的只剩皮了。我怕它啄我。哎呦，来，黑色的，黑色的母鸡。嗯，这里也有十来个嘞。那么多吗？嗯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也有那么多。啊！你知道我干的什么吗？鸡屎。慢点啊！我最担心的是我这一纸盒子鸡蛋被猪吃了，快接着，看一下。哇，这有20-30个了，应该。那肯定有啦。我要到那边去看一下还有没有。嗯。我怀疑山里有，我们找不到。之前我们的鸡到处生蛋。山里的话，现在下雨不好找，等天晴了我们再找一找吧。好。有吗？我这里生了一个。只有一个吗？对呀、啊。掉了，刚好掉下去了，刚好破了，掉下去了。哦，破了，看到那个公鸡在吃。那只黑色的鸡刚才被赶出来了，现在又去生蛋了，估计那个蛋还没生出来。今天
就捡了这么多。我觉得按照你儿子吃的那个速度，估计这个很快。走了。煮一个吃啊，吃蛋吧，吃。他要全部都拿，他心太大了。来，我们煮一个。